大家好，我是凤梨。那做菜的话，基本上你只需要把面丢上锅子里面煮一煮，把菜丢到锅子里面煮一煮。哎呀，忘记拿拖油布了。真的？对啊。这个锅吗？可以有。我还没有换白布的意思哦。来人啊，救救他！人家成功哎。好吧。好的，那我刚才说做菜这东西，其实你只要把面丢下去煮一煮，把菜丢下去烫一烫之后呢，拿出一个神奇的东西。很神奇的东西吗？师傅，它叫做 XO 酱，你只要拌一个 XO 酱就好了。对，那这个 XO 酱呢，哪里有卖的？那个搜索麻烦放一下。这，放一下。对，那个麻烦就是，如果想要知道这罐神奇 XO 酱哪里卖的话，请只要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教完大家做菜以后呢，我们来聊聊运动吧。对，那来聊一下运动。那首先就是，我觉得我今天穿这样有点太，因为你知道 NCC 说就是要自入性行销会法，对，那我就打个马赛克好了。好，等一下我打个马赛克。好的，这样大家看不出来是 Nike 对不对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哈。好，我怕我等一下会刺到，我换一个好了。我的马赛克有点大。换一个小一点的马赛克，那我们可以开始进入运动话题。好，那就是其实我大概从十二月开始就有陆陆续续在跑步，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以很长的里程数来计，然后大概就是原本大概一个月跑50公里，然后慢慢80公里、100公里、100多公里，我现在每个月就跑100多公里以上。对，那这代表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代表就是去年冬天开始跑的嘛，那就是代表。你们在喝康宝、不是喝鼎王的时候啊，冬天的喝鼎王的时候，我正在跑步的路上，在河堤上。那当就是有人赖我说，哎，凤梨，我们去运动，我最近好像变胖了。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拎着跑鞋回家，在收操的。对，所以就是大家去运动吧，就是做人有福气，你知道的。对。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情形我都会去跑，就是。除了下雨我不会去跑，那其实月经来我也去跑。对，那女生其实我觉得月经来是可以跑，你只要事前措施做好就可以的，就是不要让它漏出来。可是，这会造成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个月在跑月经来的时候我就去跑步，然后其实就是大家注意一下，慢跑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刚开始的话步伐不要太大，不然可能拉伤。好，那健教部分完毕。那其实跑步的时候，我就是小跑步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这样跑，然后跑一跑。那月经来，其实女生会担心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应该都知道，露出来，对不对？会担心会露出来。那一跑一跑，担心露出来，然后我就越跑腿就夹越紧。我就这样跑了12公里，我回家之后，我发现一个事情，我该一天擦伤了。然后我就磨3天点灸，3天不能去跑。对，那除了就是月经来这种事情之外呢，其实就跑步也没什么要注意的。那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你的服装要稍微挑一下。就是我之前跑步的时候，我都在提防跑，那提防风很大，风很大要怎么办？你就要穿个防风外套。那我之前就是还没买这件外套的时候，我妈就说：“哎，你去穿那件那个外套，再指那件很大的外套，很大一件防风外套，非常大，这么大件。”然后就穿这个去跑，跟大家说一定要穿合身的衣服。为什么呢？你在河边风这么大，你这样跑，你这样跑，我就靠变飞鼠。然后我都已经逆风高飞了，你知道，就整个飞起来了。哦，对。然后后来就是买了这件外套。那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件就是被这件外套它有点紧，那有点紧就是它一开始其实穿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
就是全部都会卡在这边。那刚买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跑，穿这件衣服去跑了一两个月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好像不太会卡在这边，它好像坐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就很高兴跟我妈说，妈，我是不是变瘦了？她说没有啦，松紧带松掉了。这就是关于我跑步的一件事情。那其实我最喜欢的运动呢，就不是跑步，是打棒球。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棒球。对，那我大概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看棒球，看了十年。然后我以前是个兄弟象迷，那兄弟象迷，我就像，就最喜欢的那个球员是陈志远。陈志远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我的菜，就是充满了野性，充满着野性，然后留着胡子，然后打击又还不错。然后我有一次就在那个大道城那边遇到他本人，然后我就是一个遇到本人就很紧张小朋友，就说那个受伤要加油，然后还赶我的手，就还拍照，就是跟陈志远合照。那后来想想还好不是跟马英九，不然我现在想到我心里就觉得勇猛的。然后对，那后来陈志远就跑去牵着我嘛。那我后来听到一个都市传说是说陈志远啊，后来就跟曹景辉两个就是那个牵赌球员，最后的出路都哪里你知道吗？烧烤店，他们都去烧烤店打工。然后就听过有人说，就是有那客人就跟陈志远说，就烧烤店你们知道那种无烟的，就是他们会一直倒水之类的，让他不要再火太旺烧烤店。然后他就跟陈志远跟曹景辉说，你不要放水好不好？真的太好了。然后。为什么跑出一个很可怕的笑声？这也是都市传说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比起看棒球，我更喜欢的是打棒球。对，我高一的时候我是棒球队的球员。那身为一个女生，你知道进棒球队就会受到男生的质疑，一定会。那我要这边跟大家说，其实就是女生打棒球，在那个年纪其实看不太出来说女生打比较好，男生打比较好。我高一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做那个内野练习，那就是那个学长这样打。然后就是往内野方向打过去，然后我们就要接球，然后传球，然后我就那颗球其实还来得蛮快，我就这样，我是二垒手，我就这样扑接，我很帅气把那颗球接住，真的接住，然后我就非常帅气转身传一垒之后呢，我以为就是大家会起立鼓掌，就是那个打雷学长他的脸就很绿，他就跟我说，内野练习而已，你在传什么啦？他已经是个杀猪，我跟你说，他已经是个杀猪主义者，我就在那边屌这件事情，他不爽。对，我接到球然后被他骂，就男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。前年的。那好，后来我就没有去棒球队，然后后来就我就比较常去那个大鲁阁打棒球，就对，去拿球棒打棒球。那其实我刚才说，就女生可能比较会打，对不对？那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女生去打，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如果女生问你说，这个棒球要怎么打？陈宝问你，如果有女生问你说，就是要怎么挥棒的话，你要怎么教她？你是这样砍下去吗？冷漠的主持人。贺龙，我问你正常一点的人。如果女生问你要怎么打棒球，你要怎么教她？不是去吧，重点先生吧。那通常我们 suppose 应该是说，就是女生如果问你怎么打棒球，大好机会，我们都是要就女生这样要怎么打棒球？如果你是个男人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应该怎么样？我教你这样打。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，就是男生千万不要去。我拿起旁边的雨伞，然后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棒球最正确的方式是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平的，然后这样挥出去，用腰力。”就那女生就这样上去，还有进了那个打击区，还有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平常就是有可能还是顶多擦棒，每一球都擦棒，他一球都打到全垒打墙的，全垒打墙会响到那个全垒打板上面去的，对。所以就是女生其实真的说不定天生怪力还比就是会打棒球的还厉害。对，好，那再来。我要唱歌。再来，接下来为大家献上一段，不是唱歌，不要唱歌。哦。没有背景音乐，超速悠悠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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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真的没登上音乐的，是魔术表演，这不是，再一次，等一下会讲的，等一下会讲，重点想听我讲话，不要这样啊，掉，你他都想听我讲话，那好，就是我第三个就是，其实溜溜球算是一个球类运动，它是运动的，我把它归在运动的一环，对。那我第三个运动就是溜溜球，那就是还
还好你们知道，就是我上来，然后我叫凤梨，不然通常第一次看到我，如果是看到溜溜球的话，十个有九个玩溜溜球的玩家，通常之后都有一个抓到溜溜。我研究所的同学再过两个月之后就开始叫我溜溜了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叫凤梨，我觉得沮丧。对，所以我叫凤梨，我叫悠悠。好，那我大概是从高中开始玩，我玩了六七年左右。那其实还是玩的不怎样，因为溜溜球其实需要一点技巧，然后它需要一点节奏感跟协调度。像有一招我就练了四年以上才练起，它这招大概长这样。哇哇，血滴子，大概是这样的一招。然后呢，就这一招我一开始就做的非常的丑，大概会长这样。我抓不到那个就是动作，然后前辈们就跟我说，就是凤梨，你不要一直身体在一直这样动，很丑很丑。那你就是你先这样子吧，先到这里来，先这样子，你先这样子体验它那个，它其实是个上下动的动作，然后它就是一个上下动的动作，然后你要体验它那个前后摆荡的感觉。然后后来在家里就开始自己没有球开始模拟，然后就这样子。我跟你说，玩溜溜球大部分都是男性玩家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招练得这么好了，有没有？但是我后来就是后来又来一个女性的玩家，她年纪才国中而已，她这招练得多好，我觉得好可怕哦。女生为什么这招可以做得这么好？我想是因为她节奏感比较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奉你。耶、yeah. ！耶、yeah, ！让我们再给悠悠一个掌声。我不是悠悠。悠悠，